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2024年9月25号的下午时段，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回到现实世界。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这个马国大补选呢，刺激啊，刺激啊！之前被认为是一面倒，不用看那个团结政府一定赢的，现在没有啊。现在团结政府呢，输掉的可能性呢，已经呢出现了哈。甚至已经有人 smell 到呢，有人感觉到呢，团结政府可能会输啊，因为呢，现在呢，已经呢，有人讲说，华人如果这个拜六啊，赶出来投票啊，天理不容啊，你们华人啊，敢投票啊，敢投给团结政府啊，你们就是奴隶，你们就是奴才。这个南无天理不容教教主已经呢 official 官宣了啊！现在不是说什么黑函啊，不是说什么黑信啊，不是说什么啊，现在他是 official 写 statement 官宣啊！华人假如拜六呢出来投票呢，就是天理不容。华人呢假如投了。那个团结政府呢？那个巫统呢？这国政呢？西蒙呢？就是奴才，西蒙的奴才啊！所以呢，只要华人不投票呢，这场马国大补选呢，就悬啊悬啊，很悬了啊！然后呢，发生了这样大的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之后呢，国门看见了胜利的希望了嘛？所以现在呀，那个漂白水呀，运到几个萝莉来呀，是不是？哇，那个抹地、洗地的什么都，哎呀，现在大洗呀，洗到够力啊，然后呢，就希望呢，华人呢可以投国门哦，只要华人呢多一点点投国门呢，就有希望呢，让这个马国大补选的成绩呢变成呢国门胜利了，所以这两天就开始那个大洗呀，洗到很够力，很够力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呢，洗什么地啊？哎，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要大洗呀！随着那个南无天理不容教教主呢，已经官宣叫华人呢不可以投票，华人投票就是天理难容啊！华人假如投那个团结政府就是奴隶啊！现在已经 official 官宣之后呢，国门现在肯定要大洗哦，把之前东西通通洗干干净净了所以呢，来了，现在来了现在我们看见名正言顺了，那里有讲关云顶赌场没有了？没有讲过了那个一党也保证了，绝对不会变成那个阿富汗了哎呦，那里有讲说关云顶赌场，全部是中文媒体呢乱乱报，知道吗？但是呢，我们不会怪中文媒体的回教党都没有讲说关云顶赌场现在很清历史很够历史你看这个洗的有够力，洗的有加分他的解释是这样子的这个类似那个天理不容教教主的那种啊，强词夺理的乱掰一通的那种就是他说后面有一句话呢，媒体没有报道吗？谁讲媒体没有报道后面那句话？他讲说一党曾经讲过，他说关闭云顶赌场呢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但是呢，我们做不到因为这个是联邦政府的权利，这个谁讲媒体没有报道？OK，那句其实这句一点都不重要，你们有权没钱，有权利没权利，一点都不是重点，就是你们有那个心吗？你们有那个意向吗？有那个念头吗？有那个念头呢，要去关闭这个赌场吗？所以现在马国大补选呢，他发觉到呢，哎。有机会胜哦，所以赶紧那个漂白水送几桶过来，赶紧洗赶紧把这个洗掉好像没有讲过OK，所以现在呢，既然他这样讲了之后呢，对观众朋友呢所以呢，回教党没有关闭赌场了洗了洗干净了然后他也很不满意哦，他替那个pass 呢喊冤哦，回教党冤枉什么事情都怪回教党现在我们知道出现很多那些课题嘛，保守课题嘛，
通通都拜回教单了啊，就好像那个，就好像天理不容教这样子啦啊，什么事情啊？那、啊、什么关闭赌场啦、啊，男女分开坐啦、啊，男女分开算钱啦、啊，啊，那个不可以穿比基尼啦、啊。通通都是团结政府错，通通团结政府害，通通安华害，不可以穿比基尼安华错，啊，不可以男女分开做安华错，男女分开算钱安华错，不可以演唱会安华错，通通讲到安华，你看真的是乱乱掰啊，他的那个掰的功力也是掰到啊天下第一啊，天下无人出其二啊，天，那么一党本身呢也在大洗哦啊，他不只是叫那个华人出来洗，华人出来洗还不够啊，现在他自己也要洗。啊，他今天恐凤了，各位观众朋友记得，一党已经恐凤了啊！啊，大家一党呢绝对不是塔利班，马来西亚绝对不会变成阿富汗，而且我们一党执政呢绝对不会变成阿富汗，在一党执政的州呢，啊，那个女生是可以工作，女生是可以驾车啊，女生还可以男女分开排队啊付钱的，还可以男女分开，还可以排队看看电影的啊。OK，这个是他讲的啊，都已经讲很清楚了啊，所以呢啊。这个回教党呢，不是塔利班，马来西亚呢也不会变成阿富汗啊。然后呢，啊，关闭顶顶赌场呢，没有这回事。OK，洗啊，洗干净了。OK，然后他讲说，一党的政策呢，都是以民为本，以民为先呐、啊，绝对不会超出本身的权利啊。然后一党其实上次讲说，他有已经有差不多呢，差不多多少啊？有整。1万人了啊，1万个华人要加入了，因为他已经开放了嘛，是不是？好，到时不知道了啊，那个华人已经可以加入那个一党了嘛，所以到时候会呢很多很多华人加入啊。OK，好，洗得很勤力啊，然后安华就找来呢张庆信助选嘛，啊，张庆信就来助选嘛，安华交代他哪个大输了，张庆信负责啊，跟开玩笑啦，其实是开玩笑啦啊，所以张庆信呢就在马哥大助选了啊。然后呢，那个柔佛大臣呢，再次提醒啊，大家真的不要情绪化呢，去抵制这个股损啊，这个真的啊，不要这样子啊，就你们觉得这个柔佛大臣做不好呢，你们跟他讲，真的不要呢，听了那个什么天理不容教呢，真的去抵制那个股损啊，所以呢，选情正式告急啊。啊，所以呢，巨卵的朋友呢，现在没办法了。现在你们只能打电话去新加坡叫孩子回来了，现在是没办法了啊，因为这个天理不容教的那个信徒呢，现在到处去那边讲啊，到处叫很多人啊。总之你投华人投票就是天理不容，华人敢投那个团结政府就是奴才，就是奴隶啊。现在是讲到乱了啊，现在不停的讲啊。就好像华人投票就是很错啊，是不是？哇啦喂，所以赶紧叫新加坡回来，本来是不需要回来投的，这次呢应该要回来投，这次不回来也不可以了啊，那不然的话呢损情会发生变化啊，你们的赛福星呢没办法当上你们的州议员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然后是国门呢。那当上州议员呢，然后国门呢建立那个堡垒呢，然后呢走后变青色呢，就从马国大开始，就从居銮开始，然后走后呢慢慢变成青色啊，所以你们要明白这一点啊，然后呢投票呢是我们的权利吗？如果华人呢连投票呢的权利呢都没有了，那还真的是奴才啊，还真的是天理不容啊，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在民主国家，你看。你不要讲说我们华人什么二等公民是没有的投票的，我跟你讲啊，你现在有没有的投票？有啊，你有的投票啊，你与生俱来的权利。当你拿到报生纸变成蓝色 IC 的时候呢，你就有投票的权利吗？啊，任何人不可以阻止你投票的吗？你如果你不履行你这个投票的权利呢，那么就是你不履行你的公民责任喽，所以你如果不想投票的话呢，你真的是。天理不容啊，是不是？好了啊，所以现在大洗了，洗到很努力啊，大家给这个洗地的洗到多少分呢？大家可以打分一下啊，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我们下回见。